接电话呀，我刚有事儿。那你在家叫我们待会儿啊，宝贝儿。我妈那边有点急事儿，今天你帮我照看一下丽丽。她下午有舞蹈课，你别忘带她。晚上八点之前我过来接她。我告诉你，这也是你闺女，如果她出了点事儿，跟你没完。家里就一袋锅巴了，要不咱出去吃？你在玩什么游戏呢？我可以给你指导一下。这款游戏太简单了，我也是游戏高手。爸，你多少岁了？35啊。看起来真老。你赶紧吃吧，吃完还得上课去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来尝尝这个吧，很好喝的。妈妈在家给你做饭吗？妈妈做的饭好吃吗？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去上课吧。送给你一个礼物，你看像不像你？像。现在刚4:30，咱们一会儿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。妈妈不让我乱跑，妈妈说我小时候走丢过一次。你放心，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走丢，我保证。你手这么凉啊，赶紧穿衣服吧。嗯，走。不累。那怎么办啊？背我。
背你啊？嗯。嗯，好吧。你的脸色很难看，是不是感冒了？没事，有点冷。我这有感冒药，要不吃点药吧？没事。其实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当初是你把我弄丢的，说说嘛，当初是怎么回事？算了，都好久了。讲讲吧，我想知道。那时候你两岁，还是这条街，我带你出来逛街，我去给你买吃的，你跟着一个卖气球的大爷一直追着他，后来还是出动警察我才把你找到的。在哪找到我的？就是在那个卖气球的大爷家，还是他报的警。我小时候真是太好玩了。还好玩？你都把我吓坏了。自从那次以后啊，你妈就不让我再见你。丽丽，你想不想爸爸？不知道，妈妈说爸爸是个坏人，但是我看见同学们都有爸爸，就我没有。把手给我。Thank you.